相信佛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啊，我们遇到困难，通通可以求佛来解决，自然而然就化解了，何必去东求西求？啊，把佛忘掉了，说得不好听，叫背师叛道了。啊，那还能灵吗？靠到底呀！老和尚这一句话要记住啊，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，阿弥陀佛是我的根啊，你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大小啊，你才知道阿弥陀佛威神真不可思议。所以这法乃至生念解决往生，那就是他真心，他真愿啊，一生没念过佛，临命终时一口气还在，念十句的时候就能往生。你要真相信世尊没有妄语，阿弥陀佛没有虚愿，决定真实啊，我们真正敢依靠他了，其他都不要去依，这是真的，真正靠得住啊。故知众生得度，守在外面。啊，明谁介绍的？十方诸佛介绍，我们知道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。啊，故法藏菩萨愿成佛时，佛之智慧光明，故土之超胜殊妙，导师，导师就是阿弥陀佛啊，教授啊，指名号功德普闻十方，端为众生闻名发心，得生极乐，决定成佛，没有丝毫疑惑的。